上次赢完玩具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只要尽量不失误，他们就会失误吧，所以我们就很轻易的赢下来了。这次季后赛没有达到最好的状态，就还行。那冒牌赛的话，会尽量状态再好一点吧。一定要一超二才能进那个 SC 的门票，所以我们就是用了最好的状态，我准备去打冒牌赛。中单之间和 Rookie 对线的话，我还是比较相信我们中单吧。이미한번이겨봤던팀이라서막그렇게두렵거나겁나거나하진않아가지고충분히할만한것같아요打零的话就是跟他刚就行了，然后打小孩的话就也照样干。在冒泡赛尽量赢他们。听到司马老贼说跟我们下路对决不需要有任何的改变，那么如果他再不做出改变的话 ，OM 就会再次输给 IG。我们会遇到 IG， 然后 Rookie 就是一个推荐就是很厉害的选手，然后他们的中野联动也会比较多，然后对我来说我压力挺大的。之前我们就尝试着我们打别的路吧，然后就效果不是很好，然后接下来我会就打得更主动一点，然后跟他们一起打中野。组在一起，无论是对线能力还是打团，都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先看直播解控想搞中路，喝一口老酒，一过来直接一刀，卢先跟上透底上方打一下，想逼 Rookie 的召唤师技能。Rookie 这边很冷静，打一套回身想反杀治疗。这边杰斯一个 TP 过来，一炮空了。支援自己的中单，正好这波是回家购置过装备的。下路这边二连过去，司马老贼护盾挡住了盛大登场，点火挂给了 West， West 这边交闪还是被敲零敲晕了，但是一个一技能拉了很多的马回来，这边保了闪现一个尾巴。收走牛肉产生单杀的情况，而且确实哎，闪现 EQ 直接逼闪，天崩地裂坐住，再等等接上一炮，您收走这个人头，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一过来的后面有人反蹲，这个位置直接 RW 过来挂点火，大招一拉，就弄一个大招炸了一下，轻雾重装回到 Rookie 身边， Rookie 这边血剑非常惨，但皇子过来治疗他的 Q 技能，给 Rookie 回了好多血，最终完成中单一换一，人头是被皇子拿到的。上路主打的这个点，我觉得是可以打出来的。而且这波又来了，看一下直接过光枪，这波把夕阳杀了的话，夕阳是跑不掉了呀，就没有人能够掩护他，是的。而且思阳的死直接带上路医学塔告破，这边想要赶紧 rush 土龙，但毕竟正面只有三个人，现在发条的球停在了酒桶的左边，卢仙赶过来先杀，直接开掉 Rookie 什么技能没交出来，直接被带走，皇子进场秒掉牛头，选择酒桶先交惩戒回一下血，宁这边有点出不去了，也惩戒一下，隔墙给了个治疗给奶回来了，但是土龙应该是 OMG 要拿下来了。这个现在打到一次元为什么会有个巨龙撞击在那个位置，刚才那波团战没留平 A 出去了，还好交技能回了一个血，欢乐时光站着的赛的木刃就要做这个木刃就要做出来了，下面抓德赛，德赛这边苍穹之月跳完被破坏，吸了一下，最后吞噬一口咬掉。就德赛灯下黑，选择在你刚刚照过排掉血的情况下继续偷龙，而且 OMG 这边刮一下发现了，应该是发现了酒桶要下去了吧？下去了，团战一触即发，龙坑里 IG 的德赛将闪现上去，特别闪现你逼退了两个人，交闪现抢杀发条。这边 icon 的输出非常高，直接会把杰斯发条打退辅助，哇，这一波抢到大龙。哎，我刚刚还在想是谁去限制酒桶，结果发现他们真的就是想靠自己 rush。是落胶二大路的限制，小心也走不掉，被牛头一个二连摁在地上。OMG 完成抢龙，哇，就让他下去了，就是很危险啊！朴实的一个抢龙，你知道吗？非常朴实。看一下这波解控，喝一口老酒，哇，直接一个惩戒，而且侧面。小五的牛头也开到了对方的后排，正面老贼的输出加上进场的夕阳，直接把对面的两个人击杀之后逼退，而侧面一下全部死完，而且确实啊，下路这边又开起来了，直接开了，这边是正面作战，但是大招拉到了牛头，把牛拉回去了，之后大招炸一下，很肉，但是也扛不住了，再肉也没有夕阳肉啊。小溪这边在风筝夕阳，侧面的话等下也被卢仙收掉。还好是太恐怖了，牛头打不死，虫子打不死，酒桶有一点点角度，皇子突过去了，但是没有人能帮他，是的，这边虽然说看起来比较肉，还是花费了一点时间的，但是
挡不住对方的坦克更肉啊。是的，虫子这边一开始亮鬼石板甲，说实话我看这个柯加斯的这个头骨已经比这个侠要大了啊。哎，这个位置想开柯加斯跳上来，手上有闪的队友也在啊，直接反打惹下差异失血，但是这个位置发条大招拉得很不错，侧面一个开大招扭头，两个人都是土老贼，绝壁松了，闪腰闪上去，反向的一个一闪，现在已经成为了小西的招牌了感觉。这个杰克上去卖自己，但是大家应该玩过过山车，就是你从最高的地方掉下来再上去再掉下来的感觉。这波团是一个灵幻四，因为如果他不是这样操作一波的话，对方人不会死完，不会到一波的地步。是的，太恐怖了，对方已经要进入自己的团战优势期了，就正面组团五个人走过来你是不敢接的。在最后一波团战当中， IG 的双 C 提供了巨额的伤害。是的是的，真的是，真的是一波，真的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团战，神奇的团战。用 PD 下一场 BP 可能这个凤凰传奇需要针对一下。真是惊了，对，真的是惊了这波。好，那我们看完第一场比赛，也是期待一下双方继续我们带来的精彩对决吧。哇，不过这两支队伍打起来，我们真的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剧情太多了，一切皆有可能。对，一切皆有可能。这两支队伍他们都是。